我来欢迎收看 Dear Camp Vlog， 我是 Dean。 So 对啊，今天是第二天，也就是如果你没有看我上一集的话，就知道今天我会慢慢开箱就是我们这几天来的 campsite 啊，就是在伦敦啊这 campsite。 这边的水真的是西北西北干净，西北 clean 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啦，反正就是我上前一天给你们看，反正这边前面直接就是可以snorkeling 了，里面很多鱼，那边有珊瑚礁，就是在 Summer Bay 前面吧，就看到很清哦。 OK， 重点不是这，重点是今天我带你们开箱那个 campsite 嘛。 So 我们一来到的话，下船会停在这边下，那他来的时候 OK， 我先讲整个 baggage 包括什么，就是包括 tent 包括你们的 equipment， 要划船啊，要 snorkeling 啊，那个 life vest 啊，包括他的 transport 也是 included 的。 So 我们这一次来是包场。 So 我不知道单人或者是你们几个人想来的话价钱是怎么样，你们可能就直接联络，下面我会放连接就是 information start， 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去那边 click 进去去找，点进去了 badge 问或者是打电话问啦，我会留他的资讯在下面，所以你们可以找看。 OK， 就一到的时候我们就这边下船的，然后他就会帮我们把东西搬上岸，然后就这边开始分配你们的地方啦。像我们来，因为我们包场嘛，所以我们是自己分配谁住哪里的。OK， 就是谁住哪一个天啦。如果是你们不是包场的话 ，maybe 就可能他会分配给你们，我不知道。OK， 这边呢就是他的工作人员是住这边，所以你要拿 snorkeling 的那些 tools 啊，还是你要划船啊，就到这边拿咯，就是。equipments 的地方啦，都来这边。然后他这边整个 campsite 就有两个，应该讲说一个厕所，两个冲凉房，因为厕所是在这边，就是在员工的宿舍的隔壁，这个就是他的 toilets。 给你们先看一下先 toilets， 因为过去那边就是他的 campsite 了。 OK， 他的 toilets 就很 simple， 有一个 shower。 OK， 这边就有了上厕所，另外一边是没有了，另外一边是三个小窝头包，所以你可以在那边小窝吧，上厕所呢还是要来这边。那走回出来员工宿舍这一条小路进去就是 campsite 啦，那他就有这边就有写着 same campsite， 然后这是电话码啦。 OK， 电话码不重要啦，我会再放在链接下面，你们会找得到。 OK， 这边走进来，这边就有一个 lot。 OK，这个 tent 呢就是他 provide 给我们的啦，所以我觉得一个 tent 是够两个人睡的啦，其实不算大，就是很 simple 很 simple 的 tent 来了，就是很普通的 tent 包啦。 OK， 这边的外面的就比较景色比较美哦。 OK， 后面有一个 kitchen， 然后再给你们看 kitchen， 先给你们看 tent 先。 So 它里面的环境就长这样子，然后这一个一个的 stage 就是 tent 啦。 OK， 然后这边是可以放比较多 tents， 然后这边就有两个长 table， 其实还没有这个 flash sheet， 这 flash sheet 是我们自己 set 的，就它就是两个长 table， 然后这边就是 common area， 你们可以用在那边吃早餐、吃午餐、吃晚餐 whatever， 就是 common area 啦，就是在正中间，然后后面上面全部都是tent 的本 d u s， 然后我再上去给你们看会更加明显。 OK，见面出来就是海景，哇！这边你们如果来的话哦，我觉得带拖鞋，如果你们想要穿凉鞋，带拖鞋会更适合，因为这边它 campsite 的要通往海的那个路啊，是就是这种珊瑚礁啊，这叫珊瑚礁嘛，就很多死掉珊瑚了。OK， 就很多这种珊瑚碎片，所以还蛮硌脚的，所以。如果有拖鞋会更好啦，你就很方便穿拖嘛，所以你到了沙滩你就不想要穿，你就拖在这边就会走下去。这边就是沙滩，沙是很细，然后风景是真的是很美的，我觉得啊。 OK， 那就如果你想要吃早餐，早上煮啊，可以像我们这样机会 enjoy 这边吃一个气氛感，就在那边用早餐，爽爽吗？这样子吃还加料哦，那个沙喷呀这样。So 我就去最高点那边给你们看整个 campsite 的 tent 的 layout 啦，因为有一个最高点可以看，明显看得到了。 Alright，
就是刚刚我从那边entrance 啦，就是走这个木桥进来，然后这个就是 campsite 哦。像我讲的最大的区域就是这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包场嘛，我们这一次来有24个人，所以需要很多 tent， 所以就会卡的比较密一点啊。可能你们如果没有这样多人的话，就不会这样多 tent 在那边。这个是最大的一个 stage， 所以里面就有我们有1、2、3、4、5、6、7、8个 tent 在那边，然后其他的是小个的 stage， 就一个 stage 一个 tent 啊。OK， 这边后面还有3、4个。OK， 都是一样的 tent 来的啦，他给你的 tent 都是一样的，就是应该是无单 king 的 tent， 很 simple 的。等一下我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 tent， 反正就整个 layout 长这样子。OK， 然后前面就是海了，后面就是山，很像是可以爬到岛的另一端的，所以你们有要爬山的话，没有东西做可以 try 啦。OK， that one 是另外一个厕所，然后这个是 kitchen。OK， 这就是。比较靠近 campsite 的厕所，它不算厕所，只是shower room 嘛，它没有在这边上厕所，它就只是shower，有3个shower 咯，所以可以简单的冲洗，或者是我们也是在那边直接洗澡啊，因为其实就可以了。如果你不介意三个人一起洗的话，你要省时间，三个一起洗也可以。OK， 就很简单的一个toilets， 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是它的 kitchen， 它有自己一个 kitchen。So equipment 我觉得是蛮齐全的啦，除了这些食物全部是我们自己带的。OK， 它有洗碗的 ，OK， 还有一个大垃圾桶 ，OK， 洗碗的，然后有那些锅啊、盘啊都可以用的。然后它有它的，喂，这个应该是熟的，有，它有它的 guest room 你们可以用。然后我觉得就只是 equipment， 因为这些蛋啊、柴米油盐都是我们自己带的，所以有时候 plug， 如果你们要 charge， power bank 要 charge 电话，可以来边用啊，可以有电的。它电可是供电，听说很像是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没有错的话了。OK， 然后下面其实我没有开过这下面，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OK， 没有东西。OK， 然后他的那边员工宿舍那边听讲是有 freezer 吧，我朋友讲是很小包，也不太够放什么东西啦。所以你们如果是带自己食物来的话，带冰桶来哦，还蛮需要到。那你如果怕冰融的话，他其实 Summer Bay 那边可以买冰块，那边有卖冰块的，稍微贵一点吧的，你在岛上就是这样子的价钱啦。OK。你可以去买冰块，然后补啦，就这样。OK， 就这样，kitchen 就这样。晚上是有灯的啦 ，OK， 晚上我再给你们看。其实你如果上一集有看的话，你大概知道晚上长什么样子。OK，so 整个 campsite 就这样子。OK， 就最美的我觉得是这边，哇，这个睡车可以直接看，哦，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想要赖一下床，躺那边可以直接看到海，最美的 spot。可惜不是我睡了OK， 其实就这样子罢了啦，整个 campsite。然后有几个 point， 我觉得我可以提一下，你们如果想来的话，可以稍微有准备啦。OK， 第一点就是，如果你们来的话哦，你们有 toilet dance， 就是厕所帐啊，你们可以带来，我觉得很好用啦，因为它的厕所不多，它厕所就2间，那它有这些shower pipe。在2个 spot 都有，这边有一个 ，OK， 看到是 shower pipes，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所以你如果是自己带自己的厕所帐来，你可以直接把它 set 在这样子，就是在 shower pipe 旁边啦，就是 set 在 shower pipe 这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那边洗澡。这边也是有一个在掉衣服那边 ，OK，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你们可以带多一点的银绳或者是晒衣服的绳子，因为这边的晒衣服绳子真的不够，我们都是自己拉的。OK， 因为你这样都会下去玩水什么，你都需要到去晒干你的衣服的话，就自己带啦。OK， 带衣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拖鞋，我觉得很有必要带拖鞋，除非你是直接穿拖鞋来，那没有问题啦。像我这样穿。凉鞋还是包鞋来的话，你也要带一双拖鞋会比较好，很适合。还有就是带足够食物，因为岛上的食物真的是蛮贵的。有地方吃，如果真的是没有东西吃的话 ，Summer Bay 还是可以吃，就比较贵啦。那自己带足够食物，
如果是需要保冷的话，你不怕不过冰，就得去买。OK，都很简单。然后就蚊子倒还好，晚上灯也蛮多的，灯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要带风扇哦，虽然是海边，可是它这边里面，我个人感觉是不会降大风啊。所以你如果下午想要睡觉，我其实我觉得晚上都还蛮不会热吧，就没有风的话会比较不舒服啊。还是带风扇来，风扇很重要。这边 OK。整个 campsite 就很 semi 哇啦，就这样子，很简单，很 natural 的一个 campsite 啦。OK，好，就这样子，整个 campsite 就这样，就继续开始，Let's go。